十四岁就落来学西啊，啊差不多伫个十八岁、十九岁啊，遐就出西啊嘛。我较早阵性地足歹，好，倒那生气遐吼，安尼就开始骂啊。上人常啊讲，啊，着那要起性地吼，啊，这着像咧要起痟安尼，唔通，这入来住者该足多啦。木工师傅王天成进入瓷器后收起坏脾气，只要高雄静思堂有需要做木工，几乎都是他承担。我想咱是暗时啊来做啦，啊，但我感觉唔对啊，暗时啊做爱做足久啊，啊，所以我想讲，把外口工课那无急的先甲停起来。事事以瓷器为先，不论是金马号、慈悲科技馆，或是大白牛车，都出自他的手。但2018年，他突然中风。天过忝，啊，咱无注意到去予中风，咱袂当完全啥，进前接来讲然后肝中风拢走遐多啊，啊，咱就性命扣着。即摆咱应该是拢 OK 啊嘛吼，吓啊。拄头啊讲话人听无啦。啊，今嘛讲讲话人听较有啊。他努力复健做治疗，只为能回到志工的岗位。天行师兄高照，我知我知，我知。伊就是一个做精进的菩萨，今嘛袂当做遐粗重的工课，啊，伊就来做迄个供三经的工课嘛，甲当作复健。一支足大支，今嘛也细支啊来着啊，哦，还较快活。不论是三年前做木工的专业，还是现在做环保的欢喜，都充满他的人生智慧。啊，咱就认真做啊！啊，那无常看无常先搞，明仔再先搞啊！那明仔再搞，咱就扣着一工啊！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高雄综合报道。